我来到华街呢度准备专访一个师傅。呢、这个师傅咧就系、是、三级裁判、三级教练。咁你哋又估唔估到我今日接受我专访嘅系边一个呢？佢就系我嘅四十二式太极剑谭秀眉师傅啦。咁谭秀眉师傅咧系一个三级教练、三级裁判，亦都系以前喺香港系一个冠军人马。咁啊，今日咧好开心，谭秀眉师傅喺百忙中抽出时间接受我全年经一个专访。等我等一阵咧，我讲一讲问下谭师傅先。其实咧喺度咧，好多谢谭秀眉师傅。我在这么多年的太极人生参加的四十二式太极拳是拿得最多奖的，我在这里很多谢谭秀眉师傅。谭师傅你好，好久没见。好久没见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今天谭师傅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接受我全年这个专访，很多谢谭师傅。谭师傅刚才也说了，谭师傅是我一个四十二式太极拳的冠军。咁我喺四十二式太极拳咧攞咗好多届冠军啦，咁喺呢度咧衷心多谢谭师傅。咁今日咧问一问阿谭师傅咧，即系谭师傅咧有今日嘅成绩咧，谭师傅系咪好自细咧就爱上咗太极拳咧？系啊，因为咧太极拳啊、太极剑啊，我都系好中意啊，由细细个咧已经咧好向往咧学到呢两啲嘢啦，吓，所以咧就系好有。終於成功了，而且成功了做了一個很成功的師傅。咁咧，其實阿譚師傅咧，我初初嗰時咧就見你啲劍法咧係做得好嘅。咁其實你個劍法咧係幾收嘅，或者跟師傅嘅咧？一定咧就係初時跟師傅嘅，咁啊師傅咧都好有識分法。咁啊，但係咧我咧就自己唔夠啦，咁啊自己咧都係。就諗住睇下點樣係劍人合一咁樣喎，好嘢好嘢。咁咧諗住啊，咁啊有時有個師傅提醒我，佢話你啱好把劍咧就要用心啊，係，所以咧嗰把劍咧用心咧發揮得好好啦。咁我就跟佢嗰個理論咧去研究點樣用個心去打，咁樣咧就變咗咧係比較好。所以咧，我冇跟錯師傅咧，四十二式太極劍咧有今日嘅成績咧，我大膽講句咧，都好開心啦，好多謝阿譚秀眉師傅啦，教咗我四十二劍啦。咁譚師傅咧，而家你都係專業教練啊？係啊，教拳、教劍都有，啊，就係啦，各式拳都有時有教劍都有。咁乜嘢令到你咧咁有興致咧喺？在那些即是成為一個師傅和將太極呢，因為呢在武術太極裡面呢就學到的人生智慧是很多的，就是而且可以在用它在日常生活中，太極啊和武術呢都有個靈魂的武德，學這樣東西就是呢一個呢中國的國術，所以我就很喜歡這樣東西，想大家都會有個健康啦，同埋咧有身體啦，同埋有心態嘅。譚師傅咧，其實咧真係一個很好嘅師傅啦。心開康太極拳、太極拳咧，佢其實咧真係將呢一生中嘅精神咧都擺喺呢個太極拳上。咁咧好努力咁去教學生，同埋將呢個太極嘅推廣咧，其實是一種美德。咁啊，譚師傅啊，跟住落嚟有咩大計？都是不停地想推廣好啲太極啊、武術啊，等大家咧都有一個心身康泰嘅生活，咁樣咧好愉快健康嘅，係啊，美滿嘅生活。聽到未啊？譚師傅個學生咧真係有福啦！大家學咗太極咧，有一個美滿嘅身心啊，去照顧屋企人，去翻工。好開心，多謝譚師傅。多謝。咁譚師傅咧，你跟住落嚟有冇興趣參與我哋全拳太極學會網上教學，將你個心得同大家一齊分享？好啊，係啦，多謝你俾機會。多謝譚師傅啊，真啊。咁咧，一陣咧，譚師傅咧就會同我哋分享演繹一段乜嘢咧？楊式劍啦，好。
咁咧一陣譚師傅同我哋大家咧係分享一段楊式太極劍，咁我哋一齊欣賞譚師傅。咁咧一講咧有少少咧細節咧你就已經明咗啦，佢運用到喺個技術裏面咯，又唔使我花咁多就可以咧教到你啦。係啦，咁咧同埋咧你咧會好用心咯，好用心，多謝你做咯，同埋真係咧嗰個見人都會合一咯。多謝你個係啊，你個身形啦，同埋嗰個係啦高度啦，同埋你個性格。你又方中大人，柔中大方，所以咧你又好適合學劍，我覺得你好係。多謝，因為有譚師傅嘅教導咧，我先可以打出其實譚師傅過獎啦。咁其實咧，我個人都幾蠢下噶。咁咧我就勝在咧就勤力。咁啊，譚師傅咧就唔怕我蠢，即係見到我咁勤力咧，佢就好用心咁樣教我。咁咧喺呢度咧，其實譚師傅咧都為咗做好多汗啊，好多口水，講咗好多。咁其實咧一個動作我做唔到，乜嘢學個分劍都好難分，加佢發夢都喺度分劍。咁啊，譚師傅咧都每次嚟到咧就好有心機咁樣教我點樣分劍。多去練習咧，咁練練下咧就會自己練分出嚟噶啦。咁啊，譚師傅其實咧好悉心嘅教導咧，其實我今日好多謝譚師傅對我嘅愛護，同埋咧好關懷我，同埋咧好有心機教我。咁其實就真係衷心多謝譚師傅。其實咧，我都係人咧，你咧人之為人咯，即係覺得咧識到你咧，真係咧人生都改變咗好多。因為你啊，你得到嗰個獎咧，你俾我好有自信心啊，去教學啊，真係。真係，我亦都咧，你啊鼓勵我。其實互相鼓勵啦。咁其實咧，就譚師傅咧教識我好多嘢。咁譚師傅咧就一平時咧都多説話，咁啊，即係句句都係真言啦。咁譚師傅咧。好用心係教學生，包括我呢個學生啦。咁譚師傅係不厭其煩咁一次又一次咁樣教，咁咧咁我都好開心啦。今日咧我哋兩個咧又係好朋友啦，又係師傅嘅，我亦都係譚師傅嘅學生啦。多謝譚師傅咯，希望大家都開心，我翻出嚟啦。